你吵得来这烤鸭子吗？这样啊，啊，是这样。高速公路上右边路肩怎么会有两个男子没穿上衣裸着上半身站在那里？右手边黄色小轿车突然失控撞上前方的白色车辆。看片右前方这辆刚上匝道的白色车辆也从外线切入内侧，两辆车子距离太近，差点撞上。绿色车子的车主紧急刹车，国道上急转弯180度，两台车呈现一。在外侧车道，忽然双手晃动，机车龙头一转，逐渐向内侧车道偏去，一个重心不稳，男子重重摔在地上，头部刚好就落在后方行驶而来的轿车两轮中间，疑似遭到后轮碾过，男子顿时倒地不起。轿车驾驶焦急地下车，发现男子一动也不动，拿起手机通知救护车，弯下身去查看情况，看到男子就这样倒地不动，约有3分钟左右。闯红灯了，天哪，又来了。来，
原地转了一圈半，疑似与前方的红色汽车竞速，突然驾驶开的是胆战心惊，而这些影片都是被行车记录器给完整拍下。在车上安装行车记录器的人越来越多，不但能够保护自己，还可以路见不平把违规的车辆一清二楚地拍下来。根据国道警察，判断是向好事大推荐，一定要进行的是。Отлично. Тащи его! За хвост его, блядь! Её! Ты охуел, блядь, мудила! Сука! Рано же буксовать начали? Твою мать, козлина, блядь! Слышал, давай. Хуя уебались, он.